随意门叶半诗。有一位游客透过汪滨旅行社参加了这次盆菜旅行团，苏导游就是这个盆菜团的导游。苏导游为了赚钱，误导别人对盆菜的认识，壮大厨就开始介绍盆菜的历史和知识，纠正大家对盆菜的错误认知。这个汪滨旅行社的盆菜团好抵啊，现在报名还有折添，简直是抵到烂啊。这位游客看你的样子都对这个盆菜团很有兴趣，现在给钱还有99%优惠的，好彩推高了我们价值。于是他就报名参加这个旅行团了。几日后，苏导游带了他去围村。哇，苏导游，这个盆菜好正啊，不单只有西多士，又有炸猪扒，还有朱古力添。嘿，又似你啊，苏导游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这个都不是正宗的盆菜来的。你咪乱噏，你识唔识噶，伯伯？阿苏导游，你唔好咁无厘头喎！见你哋一个二个对盘菜一啲认识都冇，一于等我同你讲下盘菜嘅历史啦。其实大家知唔知盘菜嘅历史咧？其实盘菜有几百年嘅历史噶啦，系我哋围村嘅传统。我哋呢啲居民好重视盘菜，我哋大多数喺几个情况底下食盘菜嘅。一就系、是、家有喜事，第二就系、是、春秋二祭，即系吃山头。做几个特别嘅情况，有特别庆典啊咁样，例如国庆盘菜等等。咁盘菜嘅起源系嚟自边度噶？我知道二战嗰阵时传过嚟嘅咯。你咪喺度乱讲啊！其实盘菜嘅起源众说纷纭，我都搞唔清楚噶。你系咪正宗嘅围村人嚟噶？你连起源都唔知道，有冇搞错啊？后生仔，你不如问下其他仲老过嘅乡亲父老啦，佢哋都系咁答你嘅咋。如果要讲流传最广嘅，就系、是、南宋末年，宋帝为咗躲避元军，跑到嚟新界嘅围村，村民见到皇帝就热情款待，但系嗰阵好穷好穷好穷，冇好嘢食，村民唯有将仅有嘅食物加热，层层叠叠放喺个木桶里面，然后献俾皇帝。当时饥寒交迫嘅宋帝觉得盘菜系天下间最美味嘅佳肴，所以我哋啲村民每当有喜事或者喜庆嘅节日，都会食盘菜庆祝嘅。而盘菜呢个名顾名思义，就喺个木桶里面装咗好多食物，成为一道菜式啦。伯伯，你讲到自己好熟悉盘菜，咁你讲唔讲得出盘菜嘅材料啊？唉，唔使问啦，咪就系我俾你嗰个朱古力炸猪扒西多士盘菜咯。错啊错啊错啊！等我呢个围村人话你知啦，围村盘菜对唔同层摆咩食物同埋用料都好讲究噶，算你哋好彩啦。咁啱我今日心情好，就醒翻你哋一餐盘菜宴啦。一个钟头之后，嗱，整好啦。喂，你唔好谂住呃人喎，盘菜起码整成日噶。阿苏导游啊，传统盘菜梗系整成日啦，因为今次真系好多客人订我呢个传统盘菜，所以我已经预备咗好多食材，所以先咁快啫嘛。个盘菜望落好正喎。个盘菜宴原本我搞噶嘛，俾你抢晒风头添。伯伯，你口水多过浪花啦，我好肚饿啊，几时食得啊？不过我都想听下有关盘菜嘅知识，不如咁啦，伯伯你同我哋边食边讲啦。我都好肚饿啊，不过唔想听伯伯讲嘢咯。喂，导游，个盘菜团好似系你个旅行社搞噶喎，你有冇搞错噶？点解将成个盘菜团嘅内容俾晒阿伯介绍噶？导游，你咪以为好彩撞到伯伯就可以大安旨意将成个团交俾伯伯负责喎？讲明先，伯伯，我就俾晒钱参加呢个旅行团噶啦，个盘菜你就收翻旅行社啲钱啦。你睇下原先个盘菜已经俾苏导游食晒落肚啦。喂，个盘菜团原本系我间旅行社嘅招牌活动，年年都爆团噶，我见你哋全部都唔食，咁我先勉为其难帮下手啫。嘿，你估你真係唔想撞到我咩？年年都有人啊俾呢个旅行社呃咗你都食嗰个奇怪盘菜，食完肚痛问我借厕所，我真係睇唔顺眼啊。所以我今年要不请自来同你讲下真正嘅盘菜知识，顺便俾一个正宗嘅盘菜你哋食。现时嘅盘菜款式多姿多彩，但係传统新界围村盘菜就係最传统嘅。材料就视乎村内有乜食物，然后就就地取材。或者材料嘅味道会有少少差异，但基本上都差唔多㗎啦。摆放咧亦都经过深思熟虑嘅，味道较淡嘅咧会放喺最底层，味道较浓嘅食物会放喺上层，令下层可以吸收到浓郁嘅酱汁，味味相连啊，系好正啊！
食嗰阵咧都好讲礼仪噶，唔可以掘下面去食先噶，要由第一层夹落去，逐层顺序由上至下咁样食，由最新鲜嘅鸡啊虾，中间有炆猪肉，到最后尽收盘菜嘅精华，越食越入味嘅萝卜同埋猪皮，咁先至可以品尝到盘菜独特嘅层次同埋鲜味。所以盘菜背后并非咁简单噶。喂，你哋讲个味啊，我哋快啲开餐啦，啲嘢食就嚟冻晒啦。大家好，我哋系嚟自岭南大学香港同学会小学嘅四年级、六年级学生。我哋今次广播剧嘅名称叫做《盘菜精明友》，我庄正贤饰演庄师傅，系一个正宗嘅围村人。我苏振廷饰演苏导游，我刘希饰演旅客同埋旁白。世界随意门，叶半诗。世界随意门，叶半诗。休息之前，今集的第二组同学就演绎了盘菜的故事啦。咁究竟在整个创作过程和录音的感受是怎样呢？我们就听一听他们分享先。其实设计嗰阵咧都好多时，因为喺搜集资料方面遇到好多困难嘅，因为就我哋喺网上面揾到嘅资料咧，例如维基百科之类啦，咁其实唔好准确嘅，因为佢可能系任由人修改嘅，所以其实都要去翻唔同大学嘅嗰啲研究嘅网站去 fact check 翻，先至可以知道咧其实系真定假嗰啲资料。咁同埋就系喺我哋开始完稿嘅时候咧，因为吸取咗好多嗰啲市面上嗰啲人讲嘅俗语啊，咁其实唔系好唔系好正经，同埋唔系好友善咁样啦。咁所以咧都改咗好多个词语啊，即系例如伯伯改做阿伯之类嗰啲啦，咁样咁所以就喺词语修饰呢方面都系遇到啲困难嘅。我最深刻嘅嘢咧就系字数方面嘅嘢啦，因为一开始我哋加呢个比赛嘅时候咧，我哋要讲成差唔多九分钟嘅。咁之后我哋发现咗好多嗰啲不必要嘅字词啊，之后删减咗好多，先至变返咗依家好简短咁样。咁我饰演呢一个色心得就係，如果一人呢就饰演两角啦，咁就有唔同嘅声调，如果唔係咁样广播剧呢都唔好听。成个过程呢我都好享受，亦都好多谢呢老师、同学同家长嘅支持、陪伴同鼓励。呢个活动其实学到好多唔同关于盘菜认识，因为呢其实我哋成日食盘菜都就係话好正啊，呢个盘菜健唔健康啊嗰啲咁样，即係只係着重盘菜材料度，反而冇去留意返其实佢嘅历史系点样。因为同埋就係可以知道真正嘅盘菜就系点啊。我哋市面上有好多盘菜，佢嘅用料系好唔一样啦，有啲就系话整好咩包心刺肚啊之类嗰啲啦，又系海参啊之类嗰啲。咁其实实际上发现原来唔系好同㗎喎咁样。咁同埋就系、我以为盘菜系其实一开始用好多好靓嘅材料去做，点知其实原来喺一个好穷好穷嘅环境底下去就地取材，先至可以整到呢个盘菜嘅。我参加活动嘅得着系原来讲嘢都有咁多嘅技巧嘅，以及咧我都可以去电台咧录音啦，系我一生难忘嘅机会。我参加呢个比赛咧，最得着嘅嘢咧就系盘菜嗰啲规矩，因为一开始我家族都会喺过年嘅时候食盘菜嘅，但系嗰阵时我完全唔知道嗰啲由上至下食嘅规矩，同埋净系觉得嗰啲食材淨係全部都係好貴好貴嗰啲比較平價嘅食材，根本唔會取用。我就係因為呢個比賽，所以知道最原始嘅盤菜原來係咁嘅。哇，三位同學分享呢好熱烈啊，我聽得出啊 ,Billy 佢哋都好享受嗰個過程，呢、這個就係最緊要啊。同埋呢感受到好活泼啦，好跳脱啦，冇错。同埋咧，因为佢哋全部都系男仔，好神气啊！咁同埋咧，佢哋把声好入咪。嗱，我虽然佢话几个男仔咧讲起嘢上嚟咧都好易好大声噶，咁、样唔系净系女仔先至会，但系咧我听得嚟咧又会俾佢哋带咗入去嗰个剧里边、咦系、咦层层咁样一路讲落去咧，我又唔闷、好有喺个气氛啊！咁呢个第一，我谂喺广播剧嚟讲咧，這个气氛咧系好重要嘅。咁、第二。就是话佢个内容啦，咁啊食嘢咧始终都系我哋中意嘅题目啦，咁喺过程里边啊，一个旅行团啊等等咁去到食，诶佢里边咧，我可以感受到同学咧，佢系有观察。
有視野，有反思。誒、唔係人哋話咁講就係咁嘅喎。咦，我都要揾好多資料。我又要上網睇下啲資料啱唔啱。咦，唔係、哦，可能要揾啲專業啲嘅、哦。我哋要去大學，哇，去大學網站啊，同學仔好犀利喎。咁、然之後，咦，佢又會講話，咦，我哋都有食盆菜嘅、哦。其實喺現實上，不過我哋比較着重咧，可能講下啲要貴價啦，要名貴啦，或者咧邊啲叫健康啦咁、樣。咦，但係真係好少提及到文化方面，於是佢又去揾好多資料啊！咁呢個咧，見到佢哋喺度下嗰個苦功啦，揾資料同埋唔係照單全收咧，呢、這個咧我就好欣賞啦。係啊，懂得 fact check 啊嚇，咁同埋三位同學咧，佢哋個別嘅角色演繹咧係非常非常之立體嘅，一聽就知道啊，邊個係衰導遊啦嚇，邊個就係係唔抵得頸嘅呢個村民啦，邊個咧就係個唔好彩俾人揾咗笨嘅一個嚇，諗住去食餐好嘅咁，同埋係了解下。啲歷史，點知俾人呃咗？不過都唔緊要，好彩有村民喺度啫。其實係好明顯嘅三個唔同嘅角色啊。係啊，咁同埋佢裏邊喺個對答裏邊咧，佢又唔係好生硬咁將啲資料搬出嚟。咁、我逐啲講你聽啦，要咁樣咁樣嘅、要用盤啦、又要咧一層一層咁堆上去啦、下邊係淡嘅，上邊係濃嘅，食嘢又要有規矩嘅。呢啲都係除咗常識之外咧、其實亦都係一啲好細緻嘅一個嘅觀察啦，但系佢哋透过一啲简单嘅表现咧，佢、就可以好容易咧入到我哋嘅耳，入到我哋嘅心里边。咁我觉得佢哋嘅处理咧，都系恰当好处嘅。我尤其欣赏就系话佢将好多一啲知识吓，或者嗰个嘅步骤啊，或者啲比较硬嘅资料咧，佢系化咗入去个对白里面吓，亦都系用语气嚟到交代。譬如有一句我觉得都几好嘅，就系、有冇搞错啊？一个钟头你又煮咗个盘菜出嚟，冇可能嘅咁样吓。呢、个我哋平时都会咁样去质疑啦。咁但系佢就补翻一句咧，就系话梗系唔系啦，好多人食嘅我啲传统盘菜，所以我预先已经煮好晒煮一日噶吓，所以先至有剩嘅材料可以俾你即刻一个钟头可以食。嗱，其实呢啲就系将嗰个知识同埋嗰个烹调嗰个时间咧，系化咗落去个对白里面，但你又觉得完全唔生硬嘅，呢啲位置就做得好好啊！系啊，我估咧呢几个同学仔可能都有参加过呢啲创作啊嗰、咁所以咧佢同埋咧，我估佢三个同学仔咧、本身已经系好熟同埋好 friend， 应该都系系啊，如果唔系咧，好难做到一个咁跳脱嘅一个表演嘅。系啦，咁啊，亦都系交代咗阿盘菜佢本身即系同个传统围村嘅嗰个关系啦，同埋都带出一样嘢就话。有时咧，我哋都唔系净系谂话啊，究竟佢个缘起系边度嚟嘅咧？佢个历史系咪真系净系得一种讲法嘅咧？其实成个主题亦都话到俾我哋听，有时真系唔系得一个嘅讲法。不过最广泛流传或者最可信嘅系边个讲法啊？呢个佢又提出嚟。系啊，以一个小学嘅同学嚟讲咧，佢、能够有呢一个历史嘅视野咧，哇，或者嗱，起码佢喺个选材上，佢揾到呢啲资料而引用，我接受呢、一个讲法，咁就睇到咧，佢哋慢慢咧有一个历史嗰个根咧，开始喺佢嗰度咧萌芽啦。系啦，咁咧同埋亦都系将即系而家我哋叫做市场化咗啦，或者好商业化咗嘅盘菜作为一个比较，就系话系我哋食亲嘅都系哇，以为系包心似肚啦，唔贵嗰啲都唔摆落去啦吓、哇有鲍鱼啊，有呢样嗰样咁样，咁但系原来已经经过咗一个转化吓、或者个意义已经唔同咗啦。咁喺成个剧都带出咗呢个信息啊。系啊，咁所以我哋讲呢个非遗嘅时候咧，虽然讲紧盘菜系一个传统，但系其实佢亦都会跟住我哋人嘅生活嘅水平提升啦、经济嘅改善啦，其实喺食材嘅选用上咧，的而且确咧系会有改变嘅。咁所以有时我哋讲有传统嘅盘菜、正宗嘅盘菜，但系亦都会有一啲现代化嘅或者系而家呢一个时令嘅盘菜。咁佢两者之间咧未必系矛盾嘅。咁但系喺我哋品尝或者我哋去理解嘅时候，我哋就要知道啊，都有呢一个源流嘅话咧，咁咧就唔系净系有呢、这個普通嘅食糧，我哋仲有精神嘅食糧啦。哦，係，咁啊，亦都恭喜曬呢三位同學啊，表現得非常之好。咁我哋下個禮拜同樣時間繼續聽下其他同學嘅表現啊。世界隨意門，葉半思。以上環節由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帶俾你。